Okay.来到了日本，当然要吃它的和牛啦。那今天来吃日本三大和牛宫崎牛的铁板烧。那先付给我们一个手巾，这个热的茶手，我们一个专属的师傅帮我们来做这个料理。师傅很贴心，来问我们说要不要前菜两个人各一半。这个是生，这是和牛的生牛肉，啊，这个另外一个是他们说是鲨鱼，对，然后其他应该这个应该是凯撒酱吧，嗯，看起来很漂亮，好吃耶，这个是鲨鱼的肉，有点像是半烤过的生鱼片的感觉，嗯，那鱼肉。香味很够，有那种炭烤的香味跟生鱼片的 Q 度。这是我们今天的宫崎牛重。接下来就一直把周围的油都淋上去。OK， 那个盘子很烫，要小心。应该是类似像是炖和牛的感觉，然后上面在旁边再附一个这个吐司，让你沾着吃。那我现在来吃看它原味，它底下有点像酱的嘛，然后它有一块肉，吃看。嗯，它里面是感觉像是用番茄跟红酒去炖的一种酱，味道很够，很棒很棒，而且好浓哦，算比较偏瘦肉，但是完全是嫩的。大家来看一下，师傅把这个牛肉排放在旁边，就是让它就是让它肉汁都回流，所以才放在旁边先预热。对，观众刚才超巧的，师傅他老婆也是台湾人，还是住在新北市。太酷了！师傅刚刚给我们看，就是要怎么去吃这个东西。师傅说要秀一个东西哦。粉色的牛肉，第一个背肌是瘦肉比较多，比较有嚼劲，刚刚吃下去完全不会抡。很好喝，我们来沾沾看它的蒜片，再加一点盐巴，酱油也不错，和风的感觉。来，这就重头戏来了，小腰肉，这感觉就是油脂很丰富，有吗？哇，的粉嫩粉嫩的。是一样，就是沾个盐巴加蒜片就好了。它真的吃下去就化了，终于尝到什么叫入口即化。加瓦萨比，然后层叠盐跟蒜这样吃。师傅现在要做炒饭了，真好吃，真好吃。他还弄那个刚刚那个牛的那个牛油来炒。他要把那个酱油弄在中间，有那种焦香味，然后再开始炒。Thank you， 看一下我们的和牛油炒饭。不要偏向风。看我刚刚下一道的东西了，它里面有小黄瓜。
我的妈妈，我的妈妈呀，吓死了 ！Thank you。这个甜点超屌的，它是像芋泥，然后肉桂粉、冰淇淋，再搭配脆片，就是这种东西啊，就是要一口吃。是属于大人的甜点。好啦，今天我们就到这边，我要继续享用美食啦，拜拜。OK 吗？宫崎和牛入口即化，这样子看起来很像激光香香机，超像的。什么什么西南湾吗？来，那这个中间是马铃薯还是马铃薯？还是蒜头啊？